你追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说？我可以加你好友吗？你干嘛？菲佣没有在里面吧？我们家哪来的菲佣啊？隔墙有耳，小心一点。这个想知道啊？嗯。那就出来。等一下。嗯。你不是累了？对自己老婆当然是永远充满了憧憬和积极的态度哦。等一下。老婆。我干嘛不能亲啊？不是吗？不是怎么不能亲吗？等一下，我还没洗澡。敢拒绝我？都主动就加我好友了，还给我欲拒还迎啊？装什么假正经啊？明明就对我一见钟情，根本就是外貌协会的资深会员，还死不承认。你现在是转个弯在称赞自己吗？哎，我不漂亮吗？漂亮，有自信的女人怎么可能不漂亮？哎，你知道这王子瑶怎么说我吗？你是长得不错，不错而已哦。我倒是觉得这王子瑶挺有意思的，也许他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不，我看这是他的惯用伎俩。这种当众把妹的男人，脸皮铁定是铜墙铁壁，下半身动物。我觉得不像。不像？你在开玩笑吧？你不是号称有一双可以一眼看穿人家真面目的无敌 X 光眼？我承认，这个王子瑶我看不太懂。不过我是可以感受到你真的很讨厌他。要不是他做的菜哦超好吃，我早就掐死他，为广大的女性出来。我准备几道芋头料理，等你有空我做给你吃。他知道你喜欢吃芋头，乱猜的吧？完了完了完了！这个王子瑶段数太高，先当众搭讪，再拒绝，再抛橄榄枝，高手高手高高手！哦，超好吃的吧？这个手艺应该会大卖，不知道对我们的业绩会不会有帮助，会成长几趴啊？追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
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说啊？我可以加你好友吗？你给我听着，不管你以前是不是跟他很熟，还是现在对他有意思，这个都不重要，重要只有一件事情，我不准你跟他来往。为什么？你不用知道理由，听我的话就对了。行，来下吧。爸，很抱歉，这一次我不能听你的。你现在在说啥？快讲起来。从小到大，不管你要我学什么、做什么，我从来没有反抗过。只要是有关料理和圆满阁的事情，你说的话就是我唯一要完成的目标。但是这一次，跟料理没有关系，是属于我自己的感情和幸福。我想自己决定。你这么怕生，为鬼都去你炸我，来跟我比比，我会听话的。去吧。我也不想这样，但如果爸坚持，我也只能这么做了。王子文，你怎么反应这么平淡啊？我们都结婚五年了，你看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妈又没逼你，也没怪你，你干嘛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？就是因为没逼我，没怪我，才压力大啊。他们那么想抱孙子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怀孕。哎，我亲爱的老婆，这种事是急不得的。你没听人家说越急越怀不了吗？顺其自然比较容易中哦。老公，我们一起去做检查吧，说不定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你老公我很健康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好吗？有没有问题是医生说的，不是你。那不要了，这很奇怪耶。我没有问题，然后去看医生，弄得好像我有毛病一样，很丢脸的。哪会啊？你就陪我去嘛，至少让我安心一下啊。你干嘛？菲佣没有在里面吧？我们家哪来的菲佣啊？隔墙有耳，小心一点，才想知道啊。那就出来。等一下。你不是累了？对自己的老婆当然是永远充满了憧憬和积极的态度哦。等一下。老婆，我干嘛不能亲啊？不是吗？不是怎么不能亲吗？等一下啊。我还没洗澡。其实也无啥物货，我是甲子瑶讲哦，莫甲迄个方小姐斗阵倒啊啦。你讲啥？你是对唔对啊？你想要咪反对？你即马想叫你囝做孤单老人哟？哪有可能啦、啊？咱是瑶条件遐尔好，七块九毛五。哦，你就无简单拄到一个伊介意的？哎呦，你拢唔知我今日有偌欢喜？我去庙的，去叫我王副座，都爱给伊一个好姻缘，对不？我甲副座讲，你吼只卖王子瑶哦，你孤单一世人。我跟你讲，你就算给我派一个查甫给伊，我都可以。这卖副座斗三工，给伊一个好姻缘，你这卖在反对，你是在反对什么意思啊？
哎，我的，你多大？我跟你讲啊，你今晚那是害两个无都到底我。都跟你离婚！嘿嘿嘿嘿，你囡仔的代志呢？啊，不管咱两个都要离婚，就伤憨啦。就是安尼，我跟你讲，你若是让咱自由变孤独老人，我都让你变做孤独老人。